你好，在局长办公室，老余电话当拨送款，麻烦你了，派人过来。好，你好，在局长办公室，老余电话当拨送款，麻烦你了，派人过来。多谢你，阿公，跟姐姐，让出来哈。好，走。啊。 这是，阿公，拄则上电车，是不是有人想要伤害你哈？啊？瑞德，嘿，好了，你也是这，啊，我先走了，爱赶紧把检验报告毁掉。 原来温瑞德才是清玉的亲生后生，幸好是一个假太子哦，这出戏实在有够精彩的啦！你加油啊！哎，DNA 哦，佫验到有啊啦，就算讲你把这三份拢烧烧掉，啊，不过所有的证据拢伫咧我家。 你想要做啥？我只是咧想讲哦，头拄仔老易叫人家找你，应该是因为这件代志啊，然后就过激动，甲你起冲突，所以伊的心脏病才压起来。啊，你超工离开办公室，我伫咧现场，因为你根本就无想要甲救，对无？瑞德，你是头前伫咧办公室发现白的啦？小弟。 你哪会在遐？你是讲我阿公讲啥？在进前啊，我甲公公啊，咱两个人都是伫咧人生诊所出事的，我是刚一个去送去育幼院的，阿公就讲啊，要跳吊十个心脏，伊讲伊活来，都是不要讲啊，我心脏煞煞的。 我是伫咧人生诊所出事，这是不是你的借口啊？啊，人都已经无伫咧啊，阮根本就毋知伊到底该讲啥。你是咧怀疑我啥？我的意思是你少年啊，较含含讲话，你是不是有啥物无欢喜的所在去惹着老姨丢受气啊？我入去的时阵。 你都已经倒伫遐，而且伊讲，伊顶外头的你啊，哪敢讲怀疑咧？是共款的。